刷了去，拍摄啊，帅哥，参详者，刷的讲哦，你安拢一般演咱做引导的，做漂漂的安尼吼，连咪和你个演技无同款的，好唔好？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我讲啥就啥啦吼，好冇？好，黄少祺演技大突破，自演变态，变态哦，紫璇就位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就先爱出来，好不好？好可怕哦！你就定住，就开始演，来，加三波开始，一杯被黄少祺演技大突破 ，Camera， 好难演哦！你现在是不是给我得？你现在是变态呢？就这样，那你在，现在就睡眼，我跟你就 M 倒哎！笑人，笑了。我觉得，哎呀，我觉得感觉蛮好的，可以就这样吗？好卡卡卡卡卡，我被去报警才竟然叫人计算，每两个刚刚讲的袂歹。你也是对正面，然后顺哥帮你配音，单独演。一杯杯 ，Camera， 配音。所以的，完美，完美，完美。好，来下一段，黄少祺演技大突破这块的告白的戏，到底先生呢？一杯杯 ，Camera。哇，真好帅！你去啦，你去啦，你请蝴蝶结，你去啦。我害羞不？你去，你去啦，进来啦。我来，我给你猜拳，剪刀石头布。谁辛苦？哇，你去，进来，进来。我跟你讲，爱都要勇敢讲出来，进去。进来啦！你是少奇，你是饮酒醉啊？安娜，你是被冲上了？你是林学长，篮球好帅哟！人家没空啊！你想？咔咔咔咔！哎，你也好，哎，你也好，你也好，一个时间告白啊！一粒水灵动啊！你唱啊！一杯一杯告白开始 ，Camera！ 帅哥，怎么了？我喜欢你很久了，我可以请你喝咖啡吗？我可不可以换汽水？可以吗？汽水可以，你喝口水也好。OK， 卡，哇，太厉害了，无所不能，潘姐，潘姐，潘姐，没有可以考倒你的那个议题。是今天那个上节目有后悔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大突破，任督二脉完全打开。